黄昏一袂凉，陪你世上受创伤。感情已成重，痛入心底，待相逢。是我的苦衷，将你的痴心。在雪花中，等你回头的路上，伴阮的伤心事坚强。啊，风若对恁唱，雨会对你讲，有人在等，有人在等，用目屎等阿龙。心若为你痛，人就讲阮戆。心爱，请你原谅，请你着保重。不愿再会，总是在梦中。再会，总是在梦中。北高，你安尼创啥？把刀仔放落。喂，即摆连我讲的话拢免听了。你是什么身份？我是什么地位？敢甲我呛声？搁对我安尼哦？我永远会记起，阮阿爸是死在你的手头。我若无找机会替伊报仇，安尼我心里真苦。我苦劝你要早早干完，以后你的日子是会真歹过。当然嘛有，真好真好。我得看看恁两个，唔通逼迫跳墙。妈咪。搞嘛，对恁爹二十几年，你安尼甲创治，敢有受着后果？阿金，你莫骂先弟啊，是我要变伊，看破病头是我冤仇。啊，不过我有看到你的面子哦，要若无代志，绝对毋是安尼啦，你讲对无？恁老爸代志来发生，迄是伊。我嘛真艰苦，今嘛为着大舅，也是以和为贵啦，哦。阿金，我知影。
出来袂？好袂啊！拢已经几十点钟啊，这医生在咧创啥？甲当袂出来咧？哎，你有听到？阿爷声呢？请问倒一位是东河家属？哎，我是恁兄啦，伊则是恁先生啦。是。恭喜哦，恁某生一个查甫囡仔，我囡仔真平安。谢谢。恁等下囡仔抱好，我再抱出来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阿龙，你有听到无？恁个家伙拢平安无大事啊！恭喜，恭喜你做老爸啊！多谢啊，恭喜，恭喜。顺道我抱，一定足欢喜啦。阿公，你放心啦，阿宏甲你囝仔孙哦，拢食平安。阿公，你去有忠心糟蹋，爱较忍耐。恁大阿要过身之前，有人讲过，恁这群兄弟内底，敢若有恁，才是会当瓦靠的心吧。恁大阿过身了后，以你的实力，你早就应该离开我，去打天下。你对我所做的死忠，这点。足感心的，姐，你对我这份情，我会好好报答你。你千万唔通辜负我的期待。先照顾只阿红，我来办一下大院的手续。好，你去啦。好，阿红，我来陪你。好。阿红，阿雅姐，阿红，你敢袂记哩？你甲阿英细汉的时阵？
拢是阿爷一汤匙一汤匙甲恁饲大汉。我当然嘛会记起，迄当时我甲阿爷阁细汉，拢是阿爷分来饲我。我甲阿姨一人一嘴，完了吃，完了耍，今日吃到规面拢是糜。即摆想起来，感觉许碗糜是足芳的。阿爷，你先走。啊，无啦，我是去想阿英的代志。假使讲伊若搁伫咧时阵，连看到你上山，伊毋知偌欢喜。总共一句，是阿兄无路用，就较早都袂当让你过幸福的日子。也毋过好你家在，你还嫁到阿龙这个好翁婿。阿兄一点仔心情较歹，差一点仔害死了恁母阿囝。你个莫只袂甲听，我甲囡仔伊是拢平安无代志。你爱记住，不管你有啥物代志，不要互我知，因为你是我上亲、上爱个阿兄。阿豪，那遐歹势，我一点仔听嘛，想要好看。你若听，无你好看，阿兄等再陪你。你是毋是有啥物话想要甲我讲？啊，无啥物话啦，等你也睏起来，再搁讲啦。对我这么信任，我敢谈价，敢把家常的代志讲给伊知呢？喂，田明姐啊，你来啊？哦，我来接你。我煞袂记哩，然后我先出来者。明姐，阿峰啊，你辛苦啊呢，多谢你替阮面龙啊团香烟呢。阿母，你哪会来？你哪只高醉啦？我是阿妈，我当然嘛爱来啊。我淡薄仔心意啦，吼。多谢你咧，替我生一个这么高醉的金丝。阿妈婆，阿妈婆，来。阿凤，今麦要来囡仔饲恁，暂时无带互恁抱。恁看我再来。淡薄咯，伊敢煮一碗子。阿爷，你有识识？哎，是啦，无啦，我识识。来来来来，阿妈婆嘞，乖哟，来阿妈婆，乖哟。阿母，阿母，哎呦，说你说你。哦，乖乖乖！要捧起来！来，这里啊！快点！是啊，又要救。千错万错，谁会错？不愿再回。
心在放着。你竟然对我铁脚动手，你心里敢无这个老母？你先说说，咱已经断绝母子关系，你为什么做个爹这么亲情啊？虽然咱已经断绝母子关系，也不过，那恩是欠不回来的。老的是我的父母，伊是我的大孙，我是伊的阿嬷，我敢无权利抱伊生？你才能用手，先害死阮阿爸，你敢连家出去？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阿龙，等下，就是你亲手害死阮阿爸的，你敢为老爹烈士苦命？你这乡亲八辈人，你无做个疯子！囡仔小心点。后生改变对我的想法，也不过你无法度切断我甲这个孙仔的血。囝，怀念我不要紧，孙确确实实是我的孙，我绝对会用抱伊，甚至来抱倒去车。即嘛是安怎？我只是想要抱我的孙，你凭什么不准？那好一步，哥，人做天地看，做人做事唔通违背天理常运，较好较歹，杨素清也是一个囡仔，妈，这是无法度改变的事实。阿龙，你着带念讲伊先的份上，囡仔好一步切。
命都不高兴。将美琪也袂冷冻，是故意的，教我做人的道理。我请问你，你是我外母，你有教我什么？我是无饲你，我是无教你什么，你敢是我外母的事？你要听谁的话，我管袂着。也毋过，我要抱这个囡仔转去吃，敢袂用个是？我无可能给我的囝，交你这毒虫来吃药。听我，是我人袂记用的。那我就对你无客气。你看你情况，给我钱。老弟，你给我叫钱。老五，宋江，你若真心想念公的手中，这个囡仔是你的孙。大细声，你阿妈叫到你的孙吗？老金宝啊，老金宝，今摆呢，你嘛是讲这个囡仔是我的孙啊吼？好了，囡仔应该扑过来。
提要去看你的时阵，尽快办出你当阿村的亲友，免让杨素清想空想放，过来这乱动乱塞。是，我有请伊老先生替公司留守的，有重要代志，伊会随时甲我联络。实在想袂出，这杨素清啊，这样尼强噶，佫这样尼厉害啦。伊根本就是一只臭手样个，会咬人好霸母嘛。这个杨素清哦，你既然枪兵，讲要甲咱抢一个囡仔，咱都爱事先封闭。我唔知以后要阁变啥出头出来。明仔载我写伊老气上，去派一个人手来咱山庄。阿公，我想你这边转来，是毋是会当加大几工啊？那阿公嘛较有伴啦。你免讲，我嘛有这个打算。一来呢，我会当照顾阿公；，二来我嘛要教我的囝仔孙哦，培养一个感情，好好来享受天伦之乐。我吼爱好好啊，甲阿芳哦做袂来。对阿公，囡仔还要和平呢，你家己接囡仔好些好不？嘿，我早都想好啊。阿公是想讲要甲伊合作怀疑，怀念的怀，要故意的意，表示讲怀念伊阿公故意的意思。安尼好，甲孙仔报这个名，姑爷一定足欢喜的。啊，是讲哦，宗成这个囡仔最近拢无敲电话我呢，啊，唔知你无闲啥货啦？杜三，稍等下哦，我先转来村里看下子。好啊好啊，我先煞甲姑爷烧一个香咧。那呢？我另外派人送阿婆回去。我先入来看伊遐者，好。哎，有啦，咱车久无见面啦，要好好来开讲者。哎呀，好啊。啊，算起来咱是家己的人啊，免遐拘束。讲这里讲吼，你嘛是我的救命恩人了。哎，无虾米。不过其实，迄个时阵呢，我都无希望我的小妹一直做阿公。也不过即摆想起来，伊真正是福气。论起讲起来，我嘛叫你阿公嘛。有人，我看安尼好无？阿龙啊吼，咱伊的身躯边啊，即摆正欠脚手。你归去住咧，也甲阿龙啊斗相共好。是啦，阿兄，来公司斗相共啊，阿芳伊嘛较有伴啦。多谢你，多谢恁这么器重我。也不过，我有一寡代志呢，也未处理好势。等我将这代志解决好势呢，我才好好返来天上，甲恁出一下力子。好好报答恁的恩情，好不？好啦。千错万错，谁的错？不愿再回掌心，再放掉。你烧香，
总成实在真唔是款呢。故意啊！伊拢无甲你招样哦。喂，宗兴啊，啊你伫倒位啦？阿母，我现在伫办公室啦。阿母，我甲你讲哦，我开一间公司，真气派，你要来看卖无？宗兴啊，我即马转来伫厝呢啦，你转来一日啦。哦，好好好。你妈咪打电话你啊？阿要创啥？伊叫我转去一撮。啊，安怎要去？好。阿母，我回来啊！阿公，阿不是杨素君的查某囝，你带伊来做啥？哦，先弟知影你回来真欢喜，讲要来你请安啦。对啊，阿公，这我淡薄仔意思啦。唔免啦，你快回来。阿公。我即卖是忠诚的女朋友啊，后摆无得卡就是你的新妇啊，手脚偌紧啦！你讲啥？你是忠诚的查某朋友？忠诚啊，伊讲的是毋是真实的？阿母，你这死囡啊！你哪会用安尼啦？阿母，我是讲安怎啦？你安怎？你明明知影杨素坚害死恁老爸。你搁甲因查某囝你牵，你是要叫恁老爸为棺材底跳出来是无？阿母，杨素清是杨素清，先帝是先帝，杨素清做诶代志甲先帝有啥物关系啦？哪会无关系啦？伊两个是母仔囝呢，以后你若甲会结婚，敢讲叫我甲袁秀兰结亲情？阿母，你敢会想伤远啊？卖钱卖，你着想到十三天地外去啊！我唔知恁以后结果是安怎啦，我就是不准你甲外州人的查某囝做伙。你点去？你这死囡仔，你无看恁老爸定甲你认，因你这个不孝子啊！阿母，我家己做啥物代志，我家己知影。我相信阿爸嘛知影。你莫甲我讲，莫这么好。你无不好，你袂当替恁老爸报仇，当你惨死了。你搁甲袁秀人的查某囝做伙，天下的哦，无比你搁较不好的。哎呦，阿哥，我知影你对我妈咪真袂谅解啦。要不讲我妈咪真正毋是台视高中的凶手啊？迄天伫咧灵堂，你毋是看到真正的凶手啊？对不？你点去？你甲我出去！我倒无欢迎你来。阿母，人是人客，你哪会甲赶啦？我哪会用甲赶？啊，这是我的厝呢。你若唔甘吼，你嘛随我出去，出去。阿母，出去。阿母。好啦，我先送仙女转去，这是我的面试。顶关有我办公室的住址，有闲你就来看卖。生到这个囝，你看伊安尼是非不分啦，乌白不明啦，我是要安怎甲伊教？敢讲我当死予伊看，伊才会觉醒？Cindy's key.
真正是气个半暗，毋知死。老金虎转来，伊阁有心情出去嫖客。老金虎一早转来，敢若是要看伊个干孙仔尔。地藏寺煞有啥物通烦恼？小弟无是本，老金虎迄只老伙，讲要转来看伊个干仔孙。 想知也出什么怪招，万一让伊知影咱跟踪性的勾结，那安尼这一切计有去了了。打电话叫伊回来，回来参详一下，千万唔通让老金虎迄只老狐狸发现什么蹊跷。是。美琪姐啊。 这是阮宗成的办公室，你人来遮做啥？我宗成是我的外甥啊，我来看我的外甥啊，有啥物唔对是？我问你，阮宗成安怎会甲恁查某囝伫行？是毋是你家己牵的？哎呦，美琪姐啊！ 啊！等下个少年人小意哎，敢怕有啥物事代啦？阮宗成也毋是毋知影你害死因老爸，甲恁祖仔你讲，你是安怎甲伊煽动的？到底是我讲几遍，第一句毋是我害的？杨素金，你就是我拢无你出入来我，毋知影你拍算啥货？ 你就是惊阮宗成爱找你报仇，你才会利用恁查某囝甲伊诱拐，让伊买找你报仇，我通啊，互你利用，替你做一挂歹代志对无？弟弟姐啊，你哪通安尼乌白想？大姐嘛阿龙嘛有天将，道上嘛有忠心在意啊，我去创业，对因兄弟来讲，至今回到天将的恩恩怨怨。 都应该结束了。我无阻挡因两个少年人来往，是希望会当亲相加亲，化解之前的恩恩怨怨，甲无欢喜的代志，拢消除大海。我安尼做，敢有啥物唔对？你要化解恩怨，是安怎？你去去病院呛声，讲要抱走阿红的囡仔，李吉姐，你嘛爱替我想看嘛。 迄个囡仔是我的孙，我这个做阿嬷想要抱孙，都爱看桌上甲阿龙的头面。若是你，你敢袂忍心？若是你，敢无想要让伊遐抱回来？素金，你拢敢那想你家己？你敢有替阿龙甲阿红想看卖者？你家己的囝抱走？ 是要安怎活落去？我想要把我的孙抱回来我的身躯边，就是想讲阿龙因翁阿伯为着这个囡仔会来跟我好好，安尼嘛是化解温暖的方法啊，敢唔对？莫紧。 就讲吼，要化解这温暖怨，我今仔日就伫遮，甲你甲所有的温暖怨讲互清楚。安尼上好，安尼上好，白交，去泡茶。唔免，咱讲的是家内事，莫让别个人知。你叫迄个人出去。 我来倒。
饮茶啊。安怎讲？咱是一家人，本来就爱安尼和和气气坐来，豆豆啊讲。你要讲，咱就来讲，吼。再会，总是在梦中。我甲夫人辛辛苦苦替你抚养阿龙三十年，你无报答我无要紧，你个狗爷孩子，姐，狗爷不是我杀的，谁托我讲你不相信？你安怎解释拢无路用？把我为三天出来，我也袂相信你讲的话。你这个查某，可以也让你害死无够。我总想啊，今晚才你创业，你搁甲伊哥哥比，已经是你想怎样，我拢不知是。你都是阿龙哦，拐袂走，你怎么来拐我的总想啊？你拐去做上天的来领导。江姐，阿母，我拜托吧，你哪会硬倒来杀人啊？我可怜，卖到冤仇人的查某拼做伙，你都给我劝袂听。我想，我来做你的面头前死啦，看你会甲切无啦？查某阁有来哦，安尼你是要安怎甲你老爸甲阮大人啊？阿母甲你拜托啦，你唔通一错搁再错，哦，来阿母甲你跪。阿母，阿母啊，你嘛安尼啦，代志唔是你所想安尼。上好，当恁老母的面头前，咱合作的关系讲个清楚。伊安怎？伊朋友、敌人拢分袂清楚，咱以后是要安怎合作的？总信，总信，你免惊伊，甲伊讲，讲你袂甲伊合作，甲伊赶出去。总信，啊，你是去丢毒杀我的啦？你要再害恁老爸？就人合作是无？你冤枉！你哪唔冤枉啦？
是咱的情无结果。是愈薄，咱的梦渐来也渐无。奈何奈何，如何要如何？千错万错，谁无错？Oh,